孙女做错闹翻天，阿公阿婆神救援。也是台湾精神级的主持人做错节目，孙女还会被阿公阿婆轻巧的数落出来。张头就给本事完成了你，出状况嘞！阿公阿婆每次都得试罪，总不得通俗。好事好做出来给你，千万记得收看。阿公阿婆，Thank you。